买啦，有钱问到。哇，有钱边讲啫？但我唔啱用个男仔嚟。你送俾朋友啊？你哇，送俾朋友分手一次啊？咁样。分手唔搞错。唔好靓鸡上条街，我哋做咩啊？咪东张西望。梗唔系啦。喂，hello 大家好，老弟，首先我，哇，依家咧其实就系清晨嘅5:多啦。嗱，呢度系边度咧？呢度咧就系朗屏嘅西铁站。点解会嚟到朗屏西铁站咧？根据可靠线报，原来朗屏西铁站附近咧系有个天光墟噶。 咁咧，但系依家咧，我目测周围嘅环境咧，系一个挡住咗见唔到啊！究竟我有冇去错地方咧？即系唔知道。事不宜迟啦，依家咧，其实我今日准备咗$200嘅 budget 啦，睇下究竟有咩买，唔讲咁多废话，依家即刻搵天光墟 ，Let's go。哦，呢度同深水埗好似差唔多喎，啲嘢都几特别喎，喂，有对皮鞋喎，几靓喎。 咁尖嘅，踢死人啊！呢对鞋，几钱啊？40蚊啊？好似唔啱我着喎，40蚊。喂，呢个煲几正喎，蒸嘢，但系电磁炉得唔得嘅咧？电磁炉得唔得嘅呢个？得。电磁炉喎，得。几钱啊？ 60蚊，60蚊嚟呢个，平啲啊！系咪$80啊？你阿哥哥啊？$40啊，得啊，$40。妈唔系，哦。$40，迟啲咧我要煮嘢食啊，因为我哋拍一个饮食节目咧，要个大啲嘅煲，但系呢个煲咧唔知可唔可以电磁炉啊？咁啊，佢话60蚊，咁啊，试下再讲价先，$50啫，唔得啊？$55，$56。 50蚊系咪？好，$60。系咪即系电磁炉得噶？得啊！即系得。好，就要佢。好，$100。啊！估唔到，一嚟到买个战利品就系买咗个煲，但希望佢可以电磁炉用到啦。如果用唔到就翻嚟换啦，可能。哇！呢个几钱啊？呢个平啲未？$20。廿蚊啊？咩嚟噶？呢个系钱啊？ 哇！我想前啦，系咯，得个嘴有咩用？点解有个窿嘅？喂，嘴嘢梗系有窿啦，佢可能大个嘴啊嘛。系啊，好靓噶，哥哥。我再睇下先。咁多样嘢俾你。送多样嘢咩嚟噶？呢个？嗱，呢个你中，睇你咩啱，咪送多样。哇！嗱，喂，呢啲电子烟。攞白嚟噶，我唔识攞白。电子烟？哎呀，你睇下，有冇烟头啊？有啫，有噶。哦。嗱，呢支烟我有包好咗嘅。哦。就咁。唔系呢嚿嘢得个头噶咋？得个头。即系唔系烟。下面仲有个配件噶，就系得个
本身是这样一套嘛。多少钱啊？这个呢没有盒的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盒，30元的，这个贵一点。30元啊，这个。是啊。这个本来是哇，挺有趣的，这些。这个5蚊啦，系啊，呢个好靓。哇，几个有冇咩嚟噶呢啲？哦，牙齿嚟噶嘛？我都唔识。装牙齿噶。睇下有咩噶？烫豆。呢个仲有一个。Made in Japan 喎，呢嚿嘢。听闻烫豆咧系可以辟邪噶。真系噶？系啊。哇，呢啲正唔正版噶呢啲？正版噶，我正版嚟噶。一大袋卖定啲几几就5蚊一点喎。咁抵死？哎呀，你老婆买咗5碟，跟住第二日又嚟买多10碟，哇，好威喎！哇，呢、這个，哇，咁样嘅，哇，系咪清洁嚟噶？真系唔好买呢啲嘢。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系，咦，系咩啊？即系一啲水泡。水泡咯。哦。几钱啊？呢、這个水泡？系咪个石好大啊？游水啊？呢啲30蚊。呢边都系你嘅。系啊，所以30啊，呢个。几钱啊？呢、這个嗱，嗰个有出晒纸噶，佢有张，嗱有张出晒纸啊！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个出晒纸嚟噶，几钱啊？呢、這个85蚊啦，85蚊，好平啊！你一嚿水都得噶，唔紧要啊，你又中一嚿水啊？
真皮嚟噶，你睇全部。哇！咁污糟嘅你未？系啊，真皮嚟噶呢个。不过呢个密码系咩啊？系呢个密码系咩？一锁咗有啊，锁咗开唔翻啊？烂咗啊！呢个一二三啊，零零零啊！我都唔知噶，人哋唔系搬都唔问，我一下唔记得话我问佢攞密码喎，几鬼死蠢！喂，冇喎、啊，开唔到喎、啊，冇密码。咩坏咗啊？唔知喎，系啊，要撞啊！有排撞啊，平啲俾你一嚿水先。撞唔到啊，闩咗开唔翻啊，啲嘢混咗喺里面点算啊？平啲咁大，六啊五万蚊，五万蚊。五万蚊嘅。六十蚊，六十蚊。哇！头先嗰个袋卖咗八蚊喎，呢个真嘢嚟噶啦，攞八十蚊最。八十蚊啊？系啊。七十蚊。一路发就唔好出。七十。系啊。七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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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唔得？呢个我嘅，呢个我嘅。七十，七十。系要埋嗰个眼镜。眼镜冇用喎，七十。六十啦。依家六八嘅。哎呀，八十啦，好啦。梗系啦，我最平俾你啦，八十蚊呢个袋，起码卖得百。唔系啊，个锁个锁咧甩烂咗啊，个锁唔用唔到嘛。个锁你教，慢慢做佢。慢慢做慢慢嘢。系啊。好。祝你生意如意啊！好，生意兴隆。平安，日日有工咯。生意兴隆。好，啱啱咧买咗个连卡佛纸皮袋里面嘅，太好人啦！就孭呢个身咯。好，唔该晒你。多谢你啊！多谢晒，真系好啊！今日咧嚟咗短短五分钟咧，已经有两个战利品啊！买咗个煲，买咗个皮夹，系咪手提包？手提包。好啊，咁啊，依家再睇下有冇其他宝物寻下啦。这个五蚊，五蚊买个呢，过程好嘛，睇下先。哇，这个都有 figure， 好像是这样，几钱啊？这个几钱啊？吓，五十蚊啊？十五定五十？十五啊！再睇下先。哇！呢、這个 B B 车系卖啊？系啊，你要买啊？唔系，问下。30蚊。30蚊。呢个自己嘅。哇！真系行啲嚟。不如想买一只翻去睇下先，好唔好？但我冇 D V D 机。几钱啊？8蚊正嗰啲四仔。8蚊啊？有冇格仔啊？咁正，两只10蚊得唔得？得唔得啦？哇，呢个系卡通嚟噶，睇下先，不如买呢只翻去，30-20蚊得唔得？30-20蚊，哇，打和咁多，而家咁有诚意系咪先？呢啲系啊，好，第一次喺地摊买咸碟，哦，20蚊 ，thank you 你，生意兴隆。呢个袋有袋嚟噶，呢个可以咩又得，可以抽又得。呢、这个皮嚟噶，有钱都买唔到啊！独一无二啊！独一无二啊！真系噶，嗱，你睇下，嗱，哇，袋中袋喎、啊，买一送一喎、啊！嗱，你睇下里边先啦、啊，买大送细，睇啦，你有钱买到啊？系喎、啊，嗱、啊，可以咩嘅？好彩我冇钱，冇钱买唔到。有几多有钱买？你出去揿啦，嗰边吓，你买就83，83，大哥买就85。嗱，八字俾你，唔使唔好。热单听系咁咩到嘅，系嘛？有钱买唔到啊！哇，系喎、啊。咁买啦买啦，有钱买唔到。哇，有人。就可以变港英。但我唔啱用个男仔嚟。你送俾朋友啊？朋友嘛。哇，送俾朋友分手一次啊！咁样。分手唔搞错。有冇啲变态佬买啲底裤？有噶。真系有噶喎、啊。真系有啊。老细，你要先买工位底裤。男人嚟啊？男人，睇得住。嗰啲送俾女朋友嘅啫，好老下。嗰、那个咪我嚟噶，我想买添，系咪讲笑咧？你瘦噶，我肥噶，四啦嗰日，喂唔好咁要，系吹水啫，同吹水啊，你一大袋啦，你买咩嚟噶？我都我同你分享我买啲咩喂？分手嘢啊？买咩手嘢啊？唔系啊，分享我买咗呢一个 DVD， 哦，呢个睇嘢，咸碟，咸碟，边只你买啊？哦，多谢喂，豉油碟，喂边只你？
咩嚟噶？喂，唔好俾我，唔要啊，唔要。留意，留意。唔要。真系两个，讲少啫，嬲都唔要啊，师傅。系啦，嬲都唔要，分手，嬲都唔要，分手。五蚊鸡，哇，顶五蚊鸡鱼仔系嘛？系啊，啱啱到步啊，后啲系嘛？后啲。喂，啱啱到步噶咋嗱？后啲两件系嘛？啱扁鱼嘅。哇，你要有积噶喎。喂，有积去嗰度。喂，攞呢个袋望下，特价嘅。有积嘅。有积佢差乜嘢？九牛九带嚟噶，佢哋九带嚟噶。九带。朋友啊，好啊，拉拉啲嚟。呢个九带嚟。系喎，好奇怪，有朋友啊，要买咁乜嘢好啦？猫带嚟嘅，猫狗都得，真噶，买啦，一请就得啊，喂，五蚊，五蚊嘛，唔贵喎，五蚊，咩牌啫？好，五蚊买啦，来，我帮你找，找钱，找咩五蚊？哇 ，top sell 啊，我唔知点解买咗条狗带嘅。哇，這個挺漂亮的。喂，幾錢啊這個？十元給你啦。十元？我今晚只有五元而已。五元啊？多謝多謝。沒問題啦，哥哥。多謝你。你幫我夾拖。是啊，五元。今天呢差不多現在去到六點半了，在這裡shopping了差不多一個小時，今天收穫是非常豐富，只用了180元呢就買到整袋袋東西了。原來這裡星期六日呢是會更加多檔的，那我接下來遲些可能星期六日再來多一次了。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東西，這裡呢都是一些舊物比較多，但是呢我比較今天最喜歡的戰利品呢其實就是80元那個皮袋，雖然它的鎖是要撞密碼，但是我覺得它是漂亮的，還有它配合了這個連卡佛的紙皮袋，所以我覺得是值得買的。這裡的檔主也很 nice， 在這裡聊聊天，讓它睡下睡下買了一條狗帶。好，這條片差不多到這裡了，大家記得要訂閱盧地秀頻道，我們下條片見了，拜拜。咁當然要欣賞一下噶啦，咁咧依家咧就即刻去睇啦。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噶，咁我開出嚟啦，佢好似係香港咁樣嘅，呢個咩叫做中港麗鳩啊？呢個女仔個樣啊，同呢個女主角完全係兩個樣嚟噶，嗱我都覺得奇怪。之後咧，大家睇下，係一套戲嚟，嗰套咩戲嚟噶，大佬？點解係一套戲嘅？我要睇 A V 喎，睇呢套咩戲嚟噶？我都係鹹濕嘢嚟嘅。怎么变成一套港产片的咸戏呢？我竟然要死亲。当时你只有12岁，照顾家庭责任就落在你身上。你哋好惨，食冇得好食，着冇得好着，何况你做个细佬，残废。唔系，佢只系用钱啫。既然呢一个会系点咧？里面只碟系咪正常啲嘅？咩屌嚟噶？婚前试焦，试下先。咦，系咪坏咗？点解批唔到咧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嗱，我哋等咗差唔多成五分钟噶啦，咁咧我系仲系批唔到呢只碟咯。而家唯一最后寄望系咩咧？就系呢一只。咁呢一只碟我 cover 系一样嘅，但系咧我发现后面只碟咧花花地，真系唔知 view 边度。吓，系咁碌呢三十秒就系噶。唔系啊，即系点啊？哦，有得俾你揀嘅 ，OK。要 game 嚟嗰啲啫，系嘛？我正常卡通片。呜、哦，哇哇！有冇格仔啊？超何格仔啊！超何格仔啊！超何格仔啊！